Yeah.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凤飞飞。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用了几十年了，然后改不掉，我是觉得还蛮亲切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凤飞飞。非常感谢今晚上这么多朋友赶到现场来参与我在高雄巡回演出首站的演出。那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站在幕后跟大家同步一起看着不同年代的凤飞飞唱着不同岁月的流水年华，内心真的有一些感受了。因为时间真的像一条河，把我从乡下带到城市，让我一个单纯爱唱歌的女孩子越变成一个唱了几十年还不愿意退休的歌手。这中间我曾经问过自己，在人生中到底有哪件事情让自己欢笑最多流泪也最多？我想就是唱歌这件事吧。整个过程当中，不管自己的人生是在一个高潮或是低潮，我相信而且我确认的能够知道的是，有很多像现场的朋友一路陪着我，陪着我欢笑，陪着我流泪，为我打气，为我加油，让我一次次能够跨越过人生中的一些困境。不容易啊，真的没有四十年如一日的你们，就没有唱了四十年还在唱的凤飞飞，感谢你。谢谢。那么刚刚在唱这首《流水年华》，其实它的旋律也真的像一条河流一样，当它穿越过不同的时空，到了不同的年代的时候，就会散发出不同的味道和意义，就是这样子一直传唱下去，然后就这样子变成一首经典的歌曲。所以很多歌曲呢能够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如此。